大家好，你关注的杭州亚运会特许商品又上新了。在我面前这个箱子里呢，有不少电竞主题特许商品，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有哪些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开箱第一个产品，它究竟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看。我手里的这是一个英雄联盟亚运版的鎏金冰箱贴，然后我们打开仔细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，当我们晃动它的时候，里面的流沙还会流动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冰箱贴。刚刚的那个开箱非常满意，现在让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。好，是一个公孙离的手机壳，那它是王者荣耀里面的一个射手英雄，去给大家展示一下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橙色手机壳，感觉装在白色的手机上应该很漂亮。搓搓小手开始摸下一个产品，哦，是一个本子，同样是跟刚刚一样是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，但它是李白，让我们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好玩的。这个底页非常有意思，上面有写着是杭州亚运会的版本，而且在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放一些票据的小空间。那我们再来摸摸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一个徽章，它外面是一个小电视的造型，里面究竟如何，让我们打开看看。哎，它的里面还可以展开，展开是一个足球的画面，原来它就是 FIFA Online 4的徽章。再来摸摸看有什么。诶，这个不错，我现在又摸到了一个冰箱贴，看样子应该是和平精英亚运版的冰箱贴，它上的元素非常丰富，有一个空投箱、三级头，还有一个信号枪，拥有我这三样东西你就是天选之人啦。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特许商品，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